咁咧，我系用三香港嘅，即系手提电话。咁啊，最近啊续咗约啦。咁啊续咗约之后咧，咁啊 send 咗个短信俾我。那个短信咧就话你啊续约，续咗约之后咧，佢话送份小礼物俾我。咁呢本小礼物系点样小法咧？嗱，呢本小礼物咧系一本嘢嚟嘅，一本嘢入边咧有即系有一啲，即系话有啲货品啊，有折扣咁样啦，就要买满几多钱？先至有折扣嗰只啦，咁啊，我谂大家都知系边款啦。咁啊，面头咧就讲话咩有饮有食着数券啊，总值超过500蚊。嗱，咁咧佢 send 个短信俾我咧，佢就话收到呢个短信之后咧，佢话直至到7月，即系至到七月22号啊，咁就可以拎你呢个短信咧，就去呢个门市咧，就攞呢本头先我讲嗰本嘢。嗱，点解我会讲呢样嘢咧？即系可以咁讲，即系其实我都知呢本嘢系咩嚟噶啦。我专登去攞啦，咁啊攞啦，去到门市攞，咁啊出示身份证啦。咁啊店员咧就叫我即系揭开口罩啦。咁啊好似哇，你睇落去又要出示身份证，又要揭开口罩，咁啊梗系好嘢啦，咪有呢本嘢咯，就呢本嘢。嗱，老实讲，我影咗封面嘅啫，入边咧嗰啲嘢咧，即系嗰啲店铺嗰啲，即系嗰啲产品咧。就费事帮佢卖广告啦。嗱，咁入边咧，佢就讲到明咧，佢就用就讲到明，7月31日你要用咗佢，7月31号啊，你要用咗佢，即系今年啊，2021年啊。嗱，咁啊嚟啦，即系点解我会讲呢单嘢？因为呢份咁嘅嘢咧，真系比乞衣都唔要啊！真的乞衣是不可能要的，知道为什么？你一定要消费满某一个额度，他才给85折，甚至扣几多钱这样的。那乞衣怎么会要呢？是吧？其实这件事是中伏，即是中伏的意思。喂，我拿了，我要出示身份证，又要揭开口罩。喂，这么大阵仗，喂，想着好东西啦，是吧？你给张什么那些什么超级市场现金券好过啦，比呢啲咁啊实俾人屌啦，即系可以咁讲咧，就有攞错就冇屌错。嗱，咁样呢份嘢，咁我想起即系想起当年咧，即系世界杯亚视啊，嗰阵时咧就叫做古波，即系古波胆啊。咁啊古波胆啊中咗啦，咁啊中咗啦，咁啊去攞啦，去攞去亚视啊，去亚视当年广播道啊。即系嗰个厂咧，就攞啦。咁攞啊点咧？佢攞呢份类似而家呢个叫做有饮有食有着数呢份，即系有着数券啊呢份嘢咧，即系类似咁啦。咁入咗亚视唔使讲啦，过几关门口实 Q 登记完又要出示身份证，又要即系总之咁样，好似过关咁样啦。攞呢份嘢，跟住睇咗之后咧。即系落亚视当年啊，攞咗份嘢之后咧，我睇咗之后咧，我礼手抌捻咗垃圾桶，系啊，真系抌捻咗落垃圾桶啊！即系你睇翻一样嘢咧，点解亚视啊一路咁衰系嘛？即系咁衰啦，衰到跟住执捻咗啦，咪做埋呢啲咁嘅嘢咯，系嘛？啱唔啱啊？喂，三而家好好咩？唔好噶嘛，系嘛？三香港咪嚟真系咁好咧？系咪？点解你送捻埋呢啲咁嘅嘢咧？你唔肯送好过啦，你送你使乜屌你老母又要查身份证，又要揭开口罩嚟睇咧？好捻做咁样大龙凤咧，系咪咁做埋啲咁嘅，即系做埋啲好似好捻矜贵咁样份嘢？原来就系送呢啲垃圾，乞衣都唔要嘅垃圾。嗱，今日咧即系咧睇翻一样嘢，咪多捻谢你咯，阿成哥。喂，如果唔系你整呢啲嘢，我边捻有嘢讲啊？啱唔啱啊？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。